大家好，我是小熊草。那么今天要做的影片呢，是《守望传说2之2》的攻略影片，然后顺便也是故事影片。那这个关卡最击败的地方呢，大概就是黑色石碑的位置，一开始没办法打开，所以要记得回去把黑色石碑装上去哦。再来比较重要的地方是触发了海贼的支线之后去解掉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海贼瑞秋，还有。在房子的右上角会有一本故事书，是拿来解一之二支线的。那解完就可以得到妖精奥巴，那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捕食哦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它捡起来哦。
次妈妈的剑让他下。これくらい簡単よ。Thank you.
关卡解完之后，然后回去拿出口的三个螺丝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任务里面的所有道具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的道具没有拿，就是石板收集完还没有贴上去。那贴上去之后会得到一个石装哦。贴完之后就宣告二之二关卡全数过关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